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。你也说基督的救赎就卑微的诚意，尽心诚意就与神相合。虽作万教人事，人也借着一座网教人灵魂的主也说得永生，那就是本乎恩，愿意着心，并不是出于自己和行为，免得有人之夸。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，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，我们既有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星座。主说我就是生命的力量，吩咐是给我的人，我终不丢弃。猜我来者的意思，是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